我们金波族是中国五十多种民族之一，发源于青藏高原很久以前，那么就迁徙到我们德国这边啊。那么金波族呢，也有在国外也有啊。那么从青藏高原那么就有些直下到这个印度这边一部分，那边叫新富族，缅甸的这个缅北克钦邦，这一带缅甸呢是叫克钦族，风俗习惯基本一致。我们金波族从古到今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，在民族的这个节日上也有多种多样。老人们传说很古以前是在太阳宫里面跳，地面的这些万物呢要去参加这个太阳宫里面跳呢没有中国，那么人类呢就上不了，鸟类呢就到了太阳宫，那么这个鸟类没有中国正跳的时候呢地面那些人就可以见着，就跟着台这个鸟类跳的这个线路，我们就带这些的标志，就是跟我们跟鸟类来学来的这个没有中国。跳这个摩老总歌，现在呢，不但是吃了金波族的节日，而且是我们各民族共同的这个节日了。成千上万的跳舞者，就是跟随老八，那么一起跳了，动作千变万化，但始终是按照他们这个古典，按照次序来跳。他在整个场上呢，这个不乱，鼓乐和这个音乐呢，配唱，整个舞场是人山人海，鼓声震撼，热闹非凡。那我到中国是称之为，它是天堂之舞，万人之舞，已经进入了世界吉尼斯纪录。我们金波村的最大的节日，我们就是。没有中国籍了。